高寿公园走一走。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，都可以直接跟少昌老师请教。那他是我们非常资深的导览老师。嗯，好，那把时间交给少昌大哥。各位好，我姓廖，过去在东吴国中教主任退休，也在西柳国中担任过训导主任。在这边的话，待很久了，大约七年的时间了，所以各位等一下，这个什么问题的话，可以随时的提出来。我做到的话，一定尽量的跟各位这个讨论。但我们今天的行程多了一个西柳大桥，所以可能会比较赶一点。好，我们现在就从这边出发。你要出发了？没有没有，老师是不是给他们5分钟上个厕所补充开水？那个前面有那个大家水杯要带，然后有防晒的要带防晒，我们5分钟。